true. This身皮肤活在我身上，与我一起受苦。我在一片无垠的虚无中长大。 合作愉快，劈人头，这小丑。现在好些了。 你看我这第一下扛塔，让虫子出来，细不细？他在两个虫子，就看吧，有多细你就说吧，你赢就说吧，你赢。我选卡莎，感觉输不了啊。 当人一下，反正回去什么买不了。他一定会出来，他没地儿去啊！或者他去中，妈，他们等十，来了个这家伙！哎，我其实不该这么快放弃的，他如果有大就给我躲掉了。 不该这么快放低的，是我什么声音在噔噔噔噔？我电脑上什么没插呀？充电器都没插，噔。拜拜了，拜拜，亲爱的观众们，拜拜。你是好东西。
我操！怎么蜘蛛又杀了一个，然后被削到了？完了呀！哎，这波怎么说呢？就是怎么说呢？可惜了。炸我还是炸小兵？炸小兵。我这瑞尔打的也太没进攻性了吧。动起来的目标才能活得更久。我会对你负责的。我是为了狩猎而来的，看你的效果，是为了先你的果实。不是我刚按闪，因为我感觉屏障的时间快掉了，就屏障的2.5秒快过去了，所以说我怕屏障正好没了那一刻我被炸死了。五杀了！我是主播，我要五杀！我是主播，我要五杀！我是主播，我要五杀！网住，网住！哎呦，有点东西啊！蜘蛛不在直播间啊，可惜了。他们这波要死完了。蜘蛛好想赢啊！蜘蛛啊，蜘蛛啊！我刚买完装备啊，拿下 ！Victory！Victory！